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已知啊某坡道它的坡度约是等于五度了哦，他没有说约是五度了，就这个坡度是五度，一级呢每行走十公尺，每行走十公尺的话它高度呢上升多少？高度上升0.9公尺。那水平位移是9.95公尺。那么他们sin一下，这两个角度一样，因为这两个平行。sin 五度，sin 五度的话，这个也是五度，这两个是一样。这个是等于多少？他说折sin 五度等于多少？sin 五度就是对边这个三角形，对边除以斜边嘛，就0.9。除以10，所以这是0.09，所以这里答案应该要选 D。